虎扑12月24日讯，在今日已经结束的一场常规赛，马刺以131-119战胜灰熊，取得常规赛首胜。本场比赛，马刺全场一共有7人得分上双，其中首发全部上双，德罗赞得到28分9篮板9助攻，阿尔德里奇得到20分3篮板1助攻，莫里得到21分6篮板9助攻，朗尼沃克16分6篮板，凯尔登约翰逊16分5篮板3助攻，替补有2人得分上双，盖伊得到10分7篮板，米尔斯13分2篮板2助攻。